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。躺在车里啊，休息发呆，看看外面的车。现在天马上黑了，在这个服务区啊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。Thank you.
往上，天越通透，越晴朗。顺利起来的，我也希望所有人心想事成，顺。